亚怎么爆盆？想要地亚爆盆，就要做好养护管理。土壤可以选择用原土、凝沙土混合，并加入少许基肥。充足阳光光照的条件是养爆地亚的关键措施。平时要保证6到8小时的阳光光照，这样促进根系和枝叶充分的吸收阳光，达到生长健壮茂盛的目的。在夏季的时候，一定要及时的进行遮阴，防止暴晒。地亚喜欢生长在温暖的环境中，温度在20度到30度之间比较合适，即高低温的环境。所以在夏季高于35摄氏度的时候，可以移植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；冬季低于10摄氏度的时候，就要做好保暖措施，